八点档，他这个开头讲了三次啊，这个讲不好中文有问题，我真的是。现在我们人就在纽西兰的北岛，就是奥克兰这边。然后其实昨天下午我们就已经到了奥克兰，但是我们就是因为飞机上睡不好，我们就一回到酒店就睡了，晚上吃晚餐拍拍照这样子罢了。今天我们大概有6个小时的时间，可以在奥克兰拍一下照片，踩一下点这样子。对啊，这6个小时可以在奥克兰，我6点多就起床。谁叫我们昨天睡这样久？我们今天活该早起。我们在奥克兰唯一住的一晚就住在这一间有 City View 的 Condo。但是今天天气好像有点阴天，阴天这样没有太阳哦。这个 Airbnb 的地理位置其实很方便下，然后它就是很靠近那个奥克兰很出名的 Queen Street， 它大概400米走路就可以到了，所以不管是吃还是逛街哦，都很方便的。我把它的 Airbnb 链接放在下面，如果你们需要，你们自己找啊。现在我们就是收拾行李，等下去寄放了，就去走走拍照。现在我们就去吃我们的早餐，我们就找一间 cafe， 因为基本上现在快9点了，只有 cafe 有开门吗？嗯，其他店没这样早开，我看的时候五点。对，他们的店很特别，很晚开，很早关，因为昨天基本上快9点全部店关了，跟 Melbourne 很像。刚刚经过这个 Carlton Go cafe， 看到很多本地人，所以感觉应该是不错的。这一次来纽西兰基本上就是我的28岁生日去吧，就是我觉得我是给自己每年一个目标，就是生日都要出国去度过，去体验人家不一样的文化这样子。去年今天我们在冰岛，那今年我们就在纽西兰，然后我们真正的 trip 是在纽西兰的南岛，所以我们今天过后等下会去机场飞到基督城，然后明天才正式展开我们的这个纽西兰房车八点档。今天我们在奥克兰应该会去3个景点这样子，然后等下第一个景点是很靠近这边。刚刚我不是讲这个地方很多吗？我发现哦，它东西都很好吃，但是我去过最好吃的香蕉面包，哎，苏生那个 cheese 跟 egg 是很好吃。老婆喂我吃蛋蛋，它的 bacon 不 bacon 不咸。哇，超好吃哎！超好吃哦。因为我是蛮讨厌吃 bacon 的，因为 bacon 都是很咸，但是这个 bacon 是香的，完全没有咸味。这个 cafe 真的不错哦，大家可以来，如果有机会来到这奥克兰的话。现在要去我们在奥克兰一个我最想去的私人景点，相信应该也没有什么人会去这个地方，就是 Jenny 曾经待过这边的高中 ACG。 虽然 Jenny 已经不在这边了，但是我们就呼吸她曾经呼吸过的地方，其实挺好的。这个就是她高中了，然后这些应该是她学校的学生。 OK， 拍照时间。照片很好看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张。我要生气了啊！娟姐，学校在那边，你拍这边。我不想跟学校拍照。跟学校拍照不开心吗？现在我们就来到他学校前面这个椅子这边坐下，感受一下那个氛围啊！我不理解。帮我拍一下。不想理解。哎，今天我带的书包像那种读书书包一样，感受到氛围。哎，你要有个晕巾啊，贴我点。啊，好香！哎，你表情注意一下，你们看书生表情。我不理解这种东西。这个学校其实看起来好像是蛮小一下的，而且学生该看起来是很多外国人、啊、不是本地纽西兰人，很多那种亚洲人。其实还有里面啊，但是应该是不可以进去啊。我们刚刚就叫了 Uber 去另外一个地方，然后这边的 Uber 其实蛮快一下的，然后价格也不便宜啦，毕竟纽西兰币是马币的3倍左右。车到了，车到了，我们到了现在这个景点 One Tree Hill， 它的中文翻译很好笑，是直接翻的艺术山。这个山是在靠近这个奥克兰里面，所以它也不会去到很远。那奥克兰其实有很多山啊，人这个艺术山是其中一个。昨天我们本来要去那个茂密托约，可是我们就也是没有去，所以我们就来这个艺术山一试一试，上个山看一下咯。然后这个山特别就是还有很多绵羊，那绵羊不也靠近了我？你们看到这些绵羊吗？
好想摸它，可是我看人家可以摸，应该不是这一区啊。我们再往里面走哦。沿路的风景好漂亮啊。至于为什么我会选择来艺术山这个山呢？是因为其实我看很多人讲哦，这边很多人会来跑步啊，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纽西兰的当地人在那边跑步。因为我发现在奥克兰 City 的时候，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亚洲人啊，还是外国人，人来到这边就比较有纽西兰的感觉。其实车子是可以进来的，可是刚刚梦谁看到绵羊就下车下车下车。你也是哦，然后走人在哪里哦？这个我们现在要走上去啊，走很久还没到。啊，我要走回来耶。艺术山最出名的就是山上有那一只东西，其实它好像是墓碑来的，奥克兰之父的墓碑。这里拍照好像挺不错的呀。我要帮你拍啊，来喽！美美的看我，美美的啊，美美。好了。哇，这边真的是狗狗王国啊！每个人都带住一条狗，你看前面还有。有牛牛，傻牛在哪里？你被关在笼子里，在技术很好看呢，像封面那样。看一下我们在哪里呀、啊？我们应该是黄色这个，所以绕一圈才去到上面是吗？因为我们要去上面看一下是长怎样。哇，后面这一条很漂亮哎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找一个很靠近羊的地方哦，不然它被过来了。很近很近，这个绵羊跟我们很近。哇，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绵羊，绵羊绵羊绵羊，绵羊朋友们可以过来吗？各位，我找一个更近的了。他们该走在旁边，我讲话小声一点。哎呀，看我了，看我了！哎呀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！你看他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哎，不要烦啦，不然我这样给脸叫了，你还不乖？越走越远哦。蔡长勇，生日快乐！山顶还有，我今天是十分钟了，很热哦。现在风很大，可是这个天气还是很热。哇，这边的羊跟我们的距离又更近了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。哇，我们听到你声音又跑了，在唱歌了。羊羊羊羊 ，come come come come， 所以我们才结束这个 Cornwall Park， 现在才真正要去 One Tree Hill， 加油！目前我真的看到只有我这一位人是穿着呼地上山，人家都穿那个运动服，我的后面在流汗了。咦，看这个头了，要到了。小姐，珍珠啊，小姐，不要拿我挡太阳。其实本来下面拍好照啊，可是我觉得上来了哦，上面照片应该比较厉害，人家看出我们爬上来了。哇，哎，真的比下面好看哦。Sorry， 拜拜。哎，这照片真的比下面好看呢。再见了，我们的艺术山。因为现在差不多早上十一点了，然后接近中午，太阳很大，很热，太阳。耶、yeah, ！现在我们来到 Auckland 这边最出名买东西的一个 street 叫皇后街 Queen Street 啦，基本上就是逛街的一些。哎，怎么那个？表情很像，没有睡觉吗？我们接下来基本上就在逛街吧，所以就不要打扰我逛街。我没有讲啊，是他讲了啊。看。给我一个反应。熊猫。哇，厉害呀！Get caught by your own thoughts like I do. Wonder what would happen if I showed these words to you. Wonder if you laugh at my simple poetry. Or even worse, would you look at me with pity?哇哇 L 一哇 L 快点，讲完一句。
拜拜。现在我跟书生就坐 Uber 去这个机场等佩玉跟凯浩啦，因为他们好像已经到了的。然后刚刚哦，其实我跟书生逛了这么久，我们只买了一样东西包，因为听讲全世界最便宜估计是在这个 Auckland 这边，所以我们也之前也想要买一个估计的围巾，我们刚刚就买了。然后没想到他们免税东西这么严格，就是哦，买了过是飞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在机场里面拿我们免税的东西，所以这个 trip 是完全用不掉这个围巾的。但是真的有比很多地方都便宜啊，那个价钱，而且纽西兰退税还有18%，所以我觉得算是蛮多啦。现在年轻人一言不合就玩 Uncle Auntie Game， 在宣传呀，我要做我们的代言人了。到了啦，机场。现在我们就在这个纽西兰的国内机场，然后凯浩跟佩应该从 International 那边走路来这，因为他们的机场很特别，国际跟国内哦是没连在一起的，就是要走外面一段路10分钟走过来。突然间有两个素人在拍明星，你们是拍什么明星？最近都像素人，要头好油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聚集在。恭喜大姐， yeah, 你是二姐了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她比较老。没有想有人取代我的位置。对啊，没有，我是比较年轻。没有，我没有想。他一直以来是大铁的角色，我们九七年的第三季，因为我们之前另外第四个人都几乎都比我小。哪里变小？难得你最大。我还有更大的地方。他今天30几啊？36吧。我靠，36真的。39啊，好老哦。他以为讲39就是不幸，但是是真的。姐，你的刘海都……哎、欸，我刘海油得不行了。我昨天才烫头发。帮我拿炒鸡蛋，炒鸡蛋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真是兄弟耶！真的假的？他刚跟我说，我说你我刘海那么油，你会喜欢吗？他说当然喜欢啊，可以炒鸡蛋加青菜。对，兄弟，代表你是蛮幽默的。你那也蛮油一下的。会吗？一点点。我早上才洗。啊，你有洗头？有啊，洗哪个头的？你帮他洗哦。不是，我们不该挑他的，挑错了。前面两个人至少会拍照，会煮饭，他可能会可以慢慢倒大便。我会开车、啊。你说你会倒大便是不是？你开车我倒大便啊？不能，你就说我开车你倒大便啊？可以啊。现在我们要把凯浩开始当成男佣来用。凯浩帮我们收东西哦，你人真好。再给我钱就好。这几套旅行最没用的。屁啊！赶快收，没有你才有用的，赶快收。你要比萱萱跟嘉文都有用。我是可以比他们更没用。你要证明。啊，不可以！你要证明你比他们厉害。我就来这次就好，大家。明年有没有你的份，就看你现在了。证明啊！你还有要把那个房车的大便水都倒掉哦。哎、啊，他真的去上班了，好可怜的。不是，这次我还看起来跟他说，我说哎，大便水我是真的没办法倒啊。然后他说为什么？我说因为很重啊。他说大便有什么好很重？我说因为大家会大便尿尿，你知道，就会真的会很重。他要帮我们清理啊。他自己说他不开车，他清理啊，我不会开车，我就但是我会拍照。他自己很奇怪，他不要开车要清理大便。又架他放我，但他愿意请大便，我已经红了。啊，越老越怕危险，通常就这样子。纽西兰八点档团队，大姐在哪里？你要举手说，大姐徐凯浩。3, 2, 1，大姐徐凯浩。二姐常有。3姐佩玉。小妹淑珍。哎，只有一个叫小妹吧。好好好，想当小妹。对，我们竟然当小妹了。对啊，想你的大姐位置被浪费。对，太好了，年轻一轮了我。有到一轮吗？有啊，你到我一轮啊，负责照顾你们傻瓜们。大便谁交给你哦？开车交给你哦。他笑不出来，他笑出来啊。这趟是来清大便。等一下我一上车我就先大便。主要是你们尽量吃干净点，因为我到时候会分谁的大便是谁。只要你们吃比较辣的，我看得出来；比较稀的，是不是小心点？他的大便比较容易认得出来。我们来看一下凯尔的护照哦。是有什么病？我不可以看护照哦，看佩玉的。你看我的啊！怎么看了？看凯浩的。看凯浩就好，他资料可以公布。你、欸、好老哦，1992。如果你们以后要追凯浩的话，就可以拿他这个护照号去查他的班级。哎、欸，你要拿这啊？你要说你是香港警察？我是，怎么可以、啊？跟他讲，跟他讲。我是警察。然后呢？帅哥。帅帅。我是警察，你所讲的一切将会呈堂证供。永杰记得把我资料给马赛克，还有我照片马赛克。我会把如果我这个照片流露在网络上，人家去你 IG 监督你们公司 CY 什么 produce。基督城，我们来了。说什么？基督城，基督城，我们来了。是不是？这样子变得掉了，变掉了，怪怪的。Please see just our stuff now. Thank you.是不是不是
上飞机了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就飞到纽西兰的南岛这个记录城，开始我们的房车八点档。等一下到机场过后，我们就会觅一个拥有纽西兰护照的马来西亚网友，他在我行程规划的时候帮了我很多，省下我很多时间。然后因为是明天早上才会去拿那个房车，所以今晚我们就住他家这样子，准备睡觉。姐姐，你是姐姐还是妹妹？你多少岁？多少岁？没有，她刚毕业，可能跟我们差不多。你几岁啊？镜头下来多少岁？我先出去先。OK， 这个是送给你的，我们的小小心意啊，从台湾来的。帮我偷偷画了。这个秋龙姐呢，她真的是叫姐姐。哎，哥们，不要讲，不要讲这样啊！然后我搞错，原来他不是纽西兰护照，你是马来西亚护照，可是在这边是有居民证，是这样意思啊？对对对。哇，好大哦！很大。嗯，你怎么知道呢？看过啊。不要吧。你上次不是说很小，你现在变大。有时候会变大。能大能小啊，你尽管就知道了。能屈能伸。秋龙姐，走吧，吃晚餐吧。秋龙姐，你这边后悔这个点就是为什么你要回长勇？没有，为什么还要把那个中文名字告诉我？哦、告诉我英文。还后悔是他为什么回你的动态？对，回来我就这样翻他几碗。秋龙，你知道我们这四个人谁看起来是年纪最大？我。他太会做了吧，把你做掉了。Yeah! 现在我们就来到基督城的一个很大的超市，准备一下明天我们 camping car 的东西。在车上的东西。你知道我们有什么东西要买吗？可以猜一样东西。龙石粉，对。三小啊。就把大便套。龙石粉什么？就把大便融掉了。啊，准备要说大便了。这个是念 Park and Safe 吗？就在里面买东西。哇，好大一间哦。哇，粉色衣好大哦。你怎么笑了？很大吧？不错。纽西兰最大的动物。哇，辛拉面，辛拉面，辛拉面。早上。辛猪面。他笑你耶。为什么笑的人是发的最重的？应该是讲的吧。工具号上班了，开心吗？我现在最重要的东西还没买到，是吧？龙石粉。怎么还在找呢？因为还要处理大便呢、啊。他们想吃什么？吃你的番茄。要买个杀虫剂。为什么？杀你这只虫。我们。他说杀我的虫。刚才我想要买那个优格，然后他跟我说你会想要蓝莓的吗？我说你想要就想，还在那边问我想不想要。对，结果我没拿蓝莓的。租车刚跳过来的时候真的很无言。租车刚看到他，租车我眼睛一下，哎，面包。我还要卡这一下。没有，其实我这样扶你，懂像什么吗？闭嘴。扶我阿妈的感觉。达西美通，乌龟号，这书生说指定的，什么口味？零卡啤酒，要想啊，赶快要关店了，十点了。凯浩，凯浩，我们需要你帮忙拿白开水了。白色，我是要找大便水。不用买大便水，他要关门了，赶快，白开水交给你了。嘿，看到没有，抓了。佩宇很喜欢吃甜食。哇，我刘海怎么油？你喜欢吃甜食，所以你现在甜甜的，讨厌。哈哈哈哈，你比我酸。结账喽，我们就买了一些零食啊，牛奶啊，泡面啊，意大利面、鸡蛋，买了矿泉水、面包，还有一些酱料。我们今天第一天的纽西兰八点档就结束，然后我们明天要很早就要去拿房车，所以还有很多天的。对啊，今天就拍完了，我要早点睡觉了，晚安。